可是如果要解约的话，我看到就是有一个条规是要赔钱。我真的吓到了。那我们做东西，然后在旁边吃，但是他说去修了九一的头皮。我没有笑。我的隐藏小帅哥来到第三集啦，先自我介绍先，我是 Daniel 黄振宇。那这是一档聚集了大马很多帅哥美女的节目啦，而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全方位的艺人，能唱能跳能演，身材又好，我们有 Joy Lau。 Hi Daniel。 Hi。因为之前我们有合作过 I'll Kill It 嘛，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见 Joy Lau。九一年，我也是第一次跟你。第一次见，本来我以为你是花瓶。OK。但是当我第一次认识他过后，我才发现说，九一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是演员嘛，然后你从事歌手了过后，哇，那个高音，那个海豚音。那我先说，就是你对于帅哥的定义，你觉得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位帅哥？当然，第一印象很重要，就是整体看起来养眼。可是，其实我真正觉得一个人帅，不只是看第一印象跟外表，有才华的男生特别特别吸引我吧。有时候玩起音乐，你看到他们很享受在其中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些男生好帅。今天这位帅哥哦。他身高又有身高，身材又有身材，颜值又有颜值。OK， 话不多说，我们邀请我们的 Law。哇，我见到都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Law， 可以叫我 Law。很好看，也长得很高。我跟 Joy 都是第一次见 Law， 怎么你的名字会叫 Law 呢？我姓罗，然后通常呢，大家都叫我阿罗这样子。到后来就变成 low 吧了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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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Anyway， 我们每次帅哥一上来我们的节目啦，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的，就是你觉得自己帅吗？还 OK 吧，不然的话也不能上到这个节目，对不对？哦，我觉得可以。我帅的点是身高。想知道你喜欢运动吗？你喜欢户外活动吗？喜欢的话，喜欢些什么？户外活动的话我还好，就如果是跟你的话。哇 ！OK， 我们九一问了，我们让阿洛问一下。想问九一能不能接受姐弟恋？就如果是你的话，就。哎。OK， 说真的，是真的，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姐弟恋对我来讲有一点难，只要思想成熟，只要就是有担当，就是他还是一个妹妹。我觉得了解过后可能。当一个很有想法的姐姐跟一位零零后刚出道的小弟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呢，我想象的是会有很多火药味的。他们将想要相处，话不多说，我们去玩第一个游戏，他们相处一下啦。OK， 我的隐藏小帅哥，手铐手一起走，两位嘉宾呢一起戴着手铐，每人轮流从罐子里抽出一共三样餐具，利用各种不同的餐具呢，根据食谱制作饮料，在限时内完成饮料就算挑战成功。像你们就是要弄这个火龙果芒果酸奶，我希望啊你们抽中的是平底锅这个还有这个咯，我就想看他们要如何开那个芒果跟火龙果。你们先扣上这个手铐啦。 Alright， 哇，我都希望扣上手铐是我跟优异了，哎，最好是。OK，我们揭晓第一个道具，刀刀刀。饭这个吗？哎，其实这个 OK， 因为你可以。这可以。OK， 我们让有啦 ，Law 抽另外一个，抽三个茶匙。所以目前他抽到的两个道具呢，就是这个跟这个。也 OK， 也 OK， 也 OK， 翻刀。第一个就是先剥开芒果的皮啊！哎，那刀哎，不要假假收回去啊！啊，不要假假收回去啊！我被他们发现了，没有现实的吧 ？OK， 我们的节目排到明天早上。你试看看。我们用阿洛的 bicep tricep， 然后我们看他能不能。这样哦哦哦，可以。哦。哇！可是它真的很硬，没有用。我们的阿洛，他应该是没有切过水果。第一个步骤我们做完了，就是你们现在要放去那个机器那边搅拌。对，哎呦，好贴心哦。盖子去了哪里？
在上面，他讲 cup 在那个机器上面，他说啊。哦，你放的吧？我忘记了。惊动到衣服了。Oh my god！ 太干了吧？是不是应该要加什么水还是？加一点一点奶可以没有 ？OK。感觉会肚子痛。加牛奶的吗？所以已经感觉到肚子痛了。你们要用哪一个杯都可以，你们要用碗啊，用那个啊。你们现在需要弄的是火龙果。这个啦。啊，可以。哎，这个很容易拿出来。我觉得谁娶周易过门很幸福哎，天天可以吃火龙果。你先开奶吧，你就把奶倒进去。火龙果 milk， 还有那个这个酸奶。他们完全忽略了我，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存在感，因为我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是做了自己样貌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像电灯泡，而且看他们两个。没有啊，我们要做给你喝的，满脑子想着你，非常的健康。这个饮料，我们加一点点 yogurt。你看我们做东西啊，你在旁边吃那些。是啊，那个火龙果很甜吗？所以刚好跟那个芒果酸中和了那个口味，我觉得可以了。哦，好像可以。感觉上啊，是有那个感觉了。OK， 好像可以了，加冰块比较好喝。哎，又很像有哦，有哦。它有这个 cream 哦，我们挤一挤 cream 在上面。你弄美美吗？这样子啊。嗯。OK， 你做。Okay. 我没有试过弄 whip cream。哎 ，OK， 有模有样哦。哦、okay.。各位观众，我们看一下那个对比照，是有少许的对比啦。但是哦，我觉得是 acceptable 的。好的，耶，我们终于完成了。OK， 我觉得要简单一点啦。我们先让 Lo 喝一喝你们。这个下面没有问题。嗯，下面有问题呢。芒果有点瘦。下面有问题。然后啊，哦，哇！你看 OK 吧？这个其实是 OK 的。可是哦，刚才那个表情没有。可是啊，可是哦，又来了。它好像没有那个火龙果的味道，剩下那个油果的味道。OK， 我帮你们 try 啊，是不是没有那个火龙果的味道？这样比较少。它是我字典里面没有字可以形容的一种味道，幸福的味道。你要 try 一下嘛？其实是 OK 的，只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新奇。嗯嗯。啊，确实是这个的味道。有 great， 还有其他的 flavor。经过了这个环节，有一对 Lo 的音箱加分还是减分？其实没有减分的，可是也没有加到。我看到刚才整个过程，不会要所谓的抢戏，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拿来自己做。我发现他蛮让着我的。这一个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我也希望另一半在某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来，我们问阿洛对于九一的印象，就肯定加分啊！这个环节过后，你不觉得我们发到吗？不会，刚全程就是 Let me do， don't mess up my thing。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少女生会有这样子的魅力，我觉得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特质吧。就是她喜欢这一种被驾驭的类型。刚看到桌子上的道具，她会去想说，哎，我要用哪一个道具去做什么？她会先 plan 好整个规划，然后再去做，再去想我要怎么去得到这个东西。所以第一个 round 就让他们成功了。不过后面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就有一点难搞了。因为我们有真心话大冒险 ，Let's go， 贝贝！我的隐藏小帅哥，真心话大冒险，两位嘉宾呢需合作一起完成九宫图真心话大冒险连线大挑战，挑战成功的话就可以过关啦。OK， 你们要先选一个号码，生日七。哦，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好啊，就七号。就是。致电给一位艺人诈骗一分钟。Oh my god！ 那帮我想一个。刚刚我们两个有想到的。解约。哇！所以是打给林德荣吗？是因为文修哦，德荣哥哦，他是我们的大前辈啊。这个整个我有点紧张啊。好了，我是看打给他，跟他说。不太开心，然后想要解约。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你在发抖哎！我很怕，我在发抖。Yes。嗨，哥哥。嗯。我有东西要跟你讨论呢。讲。不懂要从哪里讲起。我不是签约了一段时间吗？嗯。然后我找不到对象去讲，所以我就想要来问你。我心跳很快。我的。最近觉得有一点点
太开心，然后那个方向好像不太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想要放掉这个合约的话，有没有办法？嗯 ，OK， 不开心在哪？不开心在，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个性吧，就是我还是觉得我要决定完所有的东西。没有，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律师，所以就是看了合约之后，我有跟他沟通一下，然后确实解决是蛮麻烦的事啦。OK， 你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不想别人管。是，可是如果要解约的话，我看到就是有一个条规是要赔钱。傻了。没问题。你等我想一下。哇！德荣哥，我是 Daniel。我要吓死了！我们在排着节目，德荣哥。天哪！德荣哥，你真的完全没有脾气啊，德荣哥。而且他都是站在，你有发现他都是站在你的立场去想，先去解决。刚才我才讲到你要赔钱，他直接是哎，啥啦，不要想这个。德荣哥，我们在拍节目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节目来的，这个是我的隐藏小帅哥的节目来的。所以你是我们的隐藏小帅哥。讲不出口是吗？谢谢你哥哥。所以在此，我要跟德荣哥说一声对不起。我会怕，就是可能他会生气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真的很大气，他竟然问回尤爷，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说到要赔钱的时候，啥啦，不用赔钱啦、啊。然后这个不过关耶，因为龙他完全没有讲到话。我刚才很紧张，我见不到你，懂吗？下一题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的五号，跟对方一起做出五个最性感妩媚的动作。三。二一，第一个，起嘎！呜、哦！二，来三，二一，呜、哦！那我会这样，会。不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画面？阿洛去修了九一的头皮。我没有笑。OK 啦，一定要给你们过关啊，真的。这个吧 ，OK。你买过最贵的东西和最奢侈的消费？嗯、买过最贵的就是房子吧。对，可是不觉得它是个不值得的。奢侈的话，有一个小相机吧。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到处有去旅行啊、嗯，可能就会用到它，可是完全没有用过、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用它。我的话，最贵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衣服吧。我虽然讲不追求奢侈品，可是我很喜欢乱买东西。不要笑，我觉得衣服没有错哎。OK 啦，给他们过来。哎呀，选六六啊。最浪漫的这个年级有没有前任剪？有，我有一任前任。OK，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花时间制作东西手工东西的人。我记得是生日吧，然后就做一个。我忘了是10张还是12张，就每一张都有不同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然后他想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兑换这样。浪漫在哪里？不浪漫呢，就是一个。这可能是我不懂得浪漫的人。不懂哎、欸，真的不懂哎、欸。他真的、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OK， 来我们 OK 啦，过关啦，过关啦，我们到肉是有煮一顿餐给他吃这样子，可是我不是那种时常下厨的人，所以吃了过后就分手了。如果这个我不给过号，我也是对不起观众哎。Alright， 下一题，爸爸好运一点。OK 啦，你目前认为人生经历过最低潮的事情？刚上大学，然后步入社会，半个脚步入社会这一段期间、因为那时候蛮迷茫，说不知道做什么这样子，也尝试过很多东西，我每一个都会去 try， 可是每一个又不是讲说很精这样子、就是没有到一个极致。然后过别人看起来很像，哎，你好像什么都会，可是其实。也并没有。我们现在到 Joey， 一样是自己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吧，或者是有时候工作太盲目的去做，太累了，就一直在做，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去缓和跟去吸收新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要定时 refresh 的。等一下我鼻毛跑掉。
你很不尊重我的低潮期，经历过我的隐藏小羽毛。OK 啦，我们玩走一个，说出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我释放压力的方法，我会自己躲起来哭。我是一个感性的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癖好，是因为我们常会自己讲话，很多人可能会跟自己对话，但是就是内心的那种就了解。可是我是 会讲出来，对，我会在一个人的空间下，我会自己讲话。很多时候，人生中。确实需要一些你可以倾诉的对象。他跟他自己对话的那个，你真的吓到我。OK， 我问一下你们啊，想要放上来扮演一下歹哥，因为这个惩罚的环节哦，它是有一个需要情歌对唱。你觉得在完成这个真心话大冒险之前呢，你觉得我们送给你哇？可以。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最后画面，我的世界因为爱过而完美，谁都不该离太远。我们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要看你们对对方的初印象跟玩了游戏过后有没有改观。我今天对 Law 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还蛮害羞腼腆的，是玩了一系列的游戏，我发现他其实也没有到很害羞，就是一个敢玩的人。一开始的分数到最后我觉得有加了蛮多的，最后我甚至可以给他一个9分，可能再相处下去会变零。Before 我见到她之前，我就一直以为是那个邻家小女孩的感觉，因为大家对可爱啊、比较娇小女孩会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现在相处起来蛮霸道的，然后霸道的一面。霸道是有的，可是这个是加分的，这是加分的，这是加分的。然后 I'm the boss， 应该是10分吧？哦，我们今天的互动。OK， 我给7分啦，差了3分是毕竟我觉得有代沟。我跟 Joey 是同年嘛，然后我们就好像带着一个刚出道的小弟弟出来拍节目，相处之下还是能看得出他的天真的那一面啊。那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们两位的到来啦，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更多更多的合作，拜拜！谢谢 Joey， 谢谢我们的 Lo， 谢谢你。就很恐，我不懂哎，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东西，我第一次听到，可能是我见识少，可是，真的。我的隐藏小帅哥。